好，那你就坐着，好，尽量往台湾走坐，然后不要坐太密，开一点点，坐开一点点，来，我坐这边好不好？台湾头，坐这里，台湾头，好，尽量往台湾头坐，来这边，好，把铅杯两个字打开，来你第一坐向，往台湾头坐，你去拿，赶快去服务台拿，尽量往台湾头坐，尽量往台湾头坐，那现在呢？ 已经有在做直播了嘛，哈，那麻烦那个各位把手机拿出来，哈，那个打开那个真爱早教粉丝团啊，那个把直播分享出去，好，把直播分享出去。各位，你已经做好的，先杯打开之后呢，到真爱早教，哦的那个粉丝团，哦，不要坐太密，往后坐，不要坐太密，哦，往后坐，坐宽一点，哦，不要坐太密，因为天气太热。 好，真爱早教把直播的粉丝团分享出去，好，把直播的粉丝想分享出去。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直播，你可以现场拍一张照片，哈，先自己分享出去，好，先自己分享出去，好，好。 我们的鼓声可以开始暖身了，好，啊，我们已经进入到倒数了哈，我们台湾先把它围个圆圈圈，哈，啊，剩下的人呢就往台湾头坐，把铅杯两个字举出来，然后呢打开你的手机呢，到真爱早教，到真爱早教呢，那个把直播分享出去哈，把直播分享出去，来这边来报到，先坐这边哈，坐前面，好，啊，杯子赶快摆上去。 好，已经报到的你杯子还没有拿出来的，赶快摆上去。如果你已经报到了，杯子还没有拿出来的，请摆上去。陈老师，陈立伟，陈老师，你来坐这里好了。陈老师，哦，好。如果你杯子已经拿来了，请摆出来，请摆出来，哦，请摆出来，哦，铅杯拿出来。 杯子赶快摆上去哈，杯子，然后往台湾头坐哈，台湾头坐满再坐台湾尾哈。是的。 台湾尾的，请坐后面一点，不要太密。台湾尾的第二排以后的，请坐远一点点，不要太密。哦，台湾尾的，请往后坐，往后坐。这边尽量往后坐，往后坐。台湾尾的，哎，这边不用动，这边不用动。好，这边往后坐。好，把铅杯两个字摆出来，把铅杯两个字摆出来。哦，然后打开手机，那个搜寻真爱早教粉丝团。 搜寻真爱早教粉丝团，把直播哦那个分享出去，哦把直播分享出去。如果你现在刚报到的，赶快把杯子呢摆上去，哦把杯子摆上去。我们这个活动啊，开始啊到结束大概会有半最少半个小时哈、哦，最多一个小时。所以杯子呢到越后面会越多哈、哦。来，你已经有杯子带来，请往这边摆哈、哦，来这边也可以。 在一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哈。在一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杯子往里面拿，这边比较空，可以来买这个。小心啊！嗨，你好，是你好。我们那个柜台掉，他可以。
好，各位好，我们先练习一下口号哈，来那个把谦卑两个字拿起来哈，各位，等一下活动一开始就要把谦卑拿起来哈，我喊蔡总统哈，那各位就喊请谦卑，那喊请谦卑的时候呢，那个纸牌就拿上就举高哈，哦举高举下哈，好，把纸牌准备好了没？蔡总统，太小声了，蔡总统，动作要快大一点哈，蔡总统。蔡总统，真爱早教，请谦卑，一样，我喊什么都是请谦卑哈。真爱早教，蔡总统，请谦卑。真爱早教，蔡总统，真爱早教。各位好像都没吃饱哈，哦，因为我等一下要回来，再大声一点哈，尤其等一下正式开始要再大声一点哈。蔡总统，真爱早教。蔡总统，张爱早教，好，不错哈，那我们就把主持人交给潘老师。好，媒体朋友，各位关心大潭早教存亡的伙伴们，大家好。好。啊，非常高兴啊，看到这么多的伙伴呢来到现场，来抢救我们早教。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办送谦卑、要总统谦卑的活动，其实是源自于6月4号，我们民间团体有跟总统见面。那总统呢，现场呢了解到早教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他有提出说。他要创造双赢的方案，并且开启沟通的平台。可是呢，之后我们发现到中油的沉箱已经开始放下，那个海事工程会严重影响我们早教的工程，已经在进行，并且我们请总统府沟通协调都没有办法成功，这是让我们非常失望的事情。我们想起2016年。总统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他曾经在当选感言上说他们谦卑谦卑再谦卑。那今天在早教保育的议题上，在台湾环境的议题上，蔡总统显然不够谦卑，所以我们今天聚集了这么多的朋友，我们带了上千个杯子来，要寓意告诉总统，请对早教谦卑，请对我们的环境谦卑。那今天一开始，我们很高兴时代力量啊，立委陈娇华陈老师啊来到现场。我们先请陈老师来为早教、来为总统的谦卑说几句话。那个宪政老师，台湾已经没有多少海岸。是天然的海岸，那我们的法规其实就是有保护天然海岸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今天明知这个地方有珍贵的藻礁，而且是7000年的这样子孕育出来的，而且是有财山多倍孔珊瑚，我们很遗憾，在可以有替代的这个地点，我们的政府，包括地方桃园市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故意忽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民间珍爱早教，总统也表示过珍爱早教，但是总统明显已经忘了他的承诺，所以今天民间包括时代力量，我们以监督的政党，还是要在这里实实在在的告诉蔡总统，请谦卑，请谦卑，谦卑再谦卑，谢谢。好，谢谢时代力量陈娇华啊，陈立伟。我们敬爱的陈老师哈，那接下来我请我们
从2007年就开始守护我们桃园早教的桃园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的理事长陈宪政陈律师，是我们长期的义务律师，来请他致辞。谢谢潘老师。我想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说我们口罩的事件，因为谎言的关系，所以上至总统下至行政院长他们都说要严惩，要好好来处理。可是呢，我们最近看到我们的环境，包括农地工厂它盖满了这样的一个违章工厂，包括芦渣它到处乱丢，包括大安早教它这样的一个被破坏，难道这些都不是谎言吗？但是我们有看到任何的一个长官，任何一个 行政院长或者是总统，他出来严厉谴责，他出来要求说这个主管机关要来严办这件事情，其实我完全都没有。那其实今天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记得去年我也在这里，前年也在这里，大前年也是在这里，总统刚就任的时候他就有说他希望跟环保团体可以建立一个长期沟通的管道，因此当时他就有要求我们，不是要求，就是说他有邀请环团，就是定期的到总统府，他的希望是说让环团的声音可以直达这个执政单位，让他们可以听得见。但是我们四年了都在这里，他们到底是不愿意听还是不想听，这我们都非常的质疑。那蔡总统他在就任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谦卑再谦卑，因此我们今天在这聚集在这里，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唤起执政团队对于环境的重视，不要再破坏大安早教。谢谢。好，谢谢陈理事长陈律师哈，谢谢。那现场呢有位贵宾我也要特别介绍，因为他没有报名，但是他却来到了这里，他是我们观音的子弟，也就是现在中研院的院士廖运范廖院士。院士可以起立跟大家打个招呼吗？谢谢你。他就是我们观音的子弟，小时候就是在大潭早教玩着长大。好，那宪政律师可以把讲两句鼓励的话，谢谢。我今天来最重要就是来声援这不屈不挠像汤基哥德一样的一群人为了保护台湾的早教。那我虽然参与只是协助的角色，那这差不多十年以来我觉得书生真的没有用我中央研究院院士起来讲几次也没有用，还是要政治人物。很可惜我们今天只有一位立法委员来，连在地选区的立法委员都没有来非常非常失望。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出来站出来。其实我跟蔡总统也不是没有毫无关系，我会发起联署让初选的时候希望他出来领导这个国家我也传达了早教这个讯息给他，当然是间接，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讲还是没有用。所以我能够做的就是今天有这个活动，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出席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廖院士。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请大家把谦卑的牌子准备好。那社运名人也是艺术家的何中勋何老师，现在是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理事长，他将为我们挥毫谦卑两个字。那在挥毫的期间，他的一位好朋友叫丁凡女士要为我们挥毫期间擂鼓助阵，所以我们请何中勋何老师出场。令人敬佩的潘老师，还有我们在现场非常多环团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被人家称作艺术家了那个很荣幸那因为本来我就是立志要当艺术家但是呢，我在反省的过程当中如果艺术没有办法反映时代精神，艺术如果没有办法那个来描写这个大时代的各种议题那这个艺术家就是在
云端的艺术家哈，所以呢，我觉得透过社会运动的实践啊，然后再来从事艺术创作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哈。那今天呢，哦，所写的是谦卑两个字哈，不是各位手上看到 DM 的谦卑，而是一千个杯子哈。那用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呢，来回应呢蔡总统在就职的时候呢，他说要对人民谦卑，对大家谦卑。然后呢，我们用谦卑来隐喻谦卑。好，那现场呢，每一个人啊，在社会运动里面哈，我们是创造性的少数，就是一千个人背后代表，不，一个人背后代表一千个人的力量哈。所以今天一百多个人来现场，就代表国家哈有将近半数以上的人哈是非常关心这个议题，而且在这次报名当中啊，有高达五成的朋友来自桃园。那在第一波的提案联署的时候啊，门槛是1900多份，但是呢，联署结果是10000多份，也有高达40%到50%都是来自桃园，所以呢，桃园人抢救桃园人，天经地义哈。那么这是一股非常不可忽视的力量，而这个运动呢，就是一个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序曲。好，透过这个序曲啊，我们先今天温柔的对总统喊话。那如果总统对于大潭早教的抢救再不更积极的回应，那这一波一波的公民不合作运动就会节节上升，而且会创意无穷。好，好，那我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支持跟捧场，谢谢。好，在这个鼓声的啊过程里面，我们准备喊口号啊。那口号的方式就是：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那在伙伴们喊请谦卑的时候，顺便就把谦卑这个牌子举高啊。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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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请。
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好，谢谢大家，我们坐在原位哈，我们要做一个大合照，所有参与的伙伴哈，所有参与的伙伴，我想就是除了我们媒体记者朋友以外，我们大家都坐在台湾这个岛屿的周边，我们通通坐下来，然后我们准备把谦卑这个纸牌呢高高的举起停住，然后让所有的摄影朋友和我们的纪录片。台湾头的部分哈，这边呢我们可以站起来，那么会让谦卑的牌子呢有比较有立体感哈。我等一下喊蔡总统请谦卑，那高举了之后呢我们就暂时不放下了哈。我说蔡总统，大家说请谦卑，我们就暂停大概30秒啊，连续喊6次，那就这个时候呢要举吗？还是一样的举放下举放下这样吗？好，我们还是跟刚才一样啊，我们连续喊6次。可以这样拿，我们一只手，手要举起来，手要举起来，对对对对对，好，可以。那如果你没有把握，就把纸撑好。好，跟刚才一样，蔡总统请谦卑就高举，然后放下，蔡总统请谦卑就高举，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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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的活动呢，就是请大家拿着你刚刚在报道处的时候所写的希望给小英总统听到的心声，那我们准备呢请大家找你自己的伙伴找你自己的伙伴，请他帮你拍一下这个影像或影片，也就是以台湾的这个图形，中间有谦卑的这个台湾轮廓图形为我们的背景，那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总统府，那大家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台湾尾的地方来做这个活动，那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都可以，就是轮流的把自己的对总统要说的话连带着把那张纸展示出来，然后把影片或者是图片在你做完的这个动作之后呢，马上 po 到你的脸书或者是 LINE 或者是 IG 的相关社群网站上面，那这样可以达到广宣的效果。好，谢谢大家，现在可以开始离开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坐在这里也还好那大家就轮流的到前面去好不好如果想要做这个动作的呢，就轮流到前面去做，我们其他的伙伴呢就来当他们的背景，这样状况会更好好，那媒体朋友这些还有纪录片的伙伴呢就稍微退后一两步稍微退后一两步，那可以从何中心何老师从你开始，或者是我们陈娇华陈立伟，或者是我们廖院士先带头来做我到前面也就是当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麻烦你的手机呢交给你的伙伴，请他帮你拍下来，然后你就有自己的影像或者是影片好
还没有轮到的啊，就先在我们台湾的轮廓的周边坐下来。其他的伙伴需要，好，那就是自己找到伙伴，就到前面来啊，来做这个影片或者是影像的一个拍摄。拍摄完之后，就麻烦大家啊，把它抛到我们的社群网站广传啊。好，请记得哈，在做的时候呢，是把你的相机交给你的伙伴，请你的伙伴帮你拍下来。那接下来我这里麦克风呢就不再出声了哈。好，在今天的地方，充满今天的天台，和狼也不知路方，忘记了中餐。媒体朋友也可以到这个楼梯这个地方来，爬到上面，可以轮流的来拍一下这个画面。手牵着手，不要告别，别说再见。走过夏天，千年万年，直到永远。听着很像大海的歌，寂寞的唱着歌，怎么突然沙哑了？两颗心它那么的清澈，如何到位彩虹的颜色？想要守护心中最美好的心结，没关系，我这样一点点。是你的小小心愿都能实现，手牵着手，不要告别，别说再见。走过夏天，那现在在台湾的谦卑上面的这是呢？是我们湾宝之中的江红大姐哈，大家应该都认识她。那掌声好不？掌声好不？各位记者、各位先生，真感谢。
感谢咱今仔日即个天气来参加即个杂交。无啦，讲话无解好。我希望讲，咱总统讲的话爱实现。咱以前教育就是讲，阮无希望。既然你小英讲要甲赵家留落来，你应该你足侪人拢知影。我希望你承诺承诺的，唔通安尼讲讲的，凊彩讲讲的。你总统讲的话就无信用啊！安尼，阮这买钱，阮这下底人要安尼做工作？所以我希望讲，咱总统今仔看到大家来，来支持这个赵家，希望讲这是咱的，咱的祖产，这也是咱提供买来后买咱的一代宝贝。我相信以后咱有搁较侪钱，搁较侪财产，搁较侪金啊，都无法度人做赵家这么好的物件。所以我希望咱总统，你要有眼镜，你毋通想着讲即摆有钱通赚就好啊。咱台湾连啥物拢无啊，干剩啊剩钱也无啥物路用。所以我希望讲，总统拜托的，请你看到大家伫遮，请你的实现你的诺言。你讲的话，爱互阮会相信啊。毋通搁凊彩讲讲的，装甲人讲，讲话甲放臭屁，安尼阮这下下人是要做人家。所以我希望讲，总统，你今仔请你看到。请你用心来看到咱的你的子民，先来来保这个土地，拜托拜托，多谢大家，拜托。那我来自于你哈，那我要跟总统讲的话呢就很简单，留一口饭给台湾人吃吧，请当权者留一口饭给台湾人吃吧。哦，绿色执政，不管是从国民党时代到现在的民党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一直把台湾人的资产往国外送，我们的财团很多都是美国籍，我们的官员很多都是美国籍，那我们的土地资源很多都落到这些财团手上，那我们的环境资源也全部落在这些外国人手上。虽然我们现在是号称本土政权，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山脉做成了水泥到国外去了，我们把我们海填了，给污染的工厂盖了，填了如渣了，我们把农地来填废如渣，我们现在还要把千年的藻礁、七千年的藻礁变成是码头，然后变成是石化工业园区，所以请总统留一口饭给将来的台湾人吃吧，现在吃完了，台湾人以后要吃什么呢？啊，我们接下来请中华环保联盟的徐月英徐总干事好吗？哎，小王子，你妈妈呢？好，来，把妈妈请过来。哎，可以，可以，可以。早教七千年，我们选一任总统才四年，他这四年的评价会建立在他是否去破坏这七千年的早教上面，而且他完完全全没有这个以四年总统的任期来破坏这千年早教的权利，他完完全全没有，因为这个破坏完就没了，所以干，就这样。谢陈老师。陈老师叫我上来的时候，我想说要骂什么呢？看大家现在那么温馨，干嘛要骂呢？然后不是，重点是我根本没有台词哦，我只有一句话，就是我是在这要跟蔡总统讲，其实我之前有偷偷写信跟他讲过了，就是堂堂一个岛国，我们四周都是海，还有就是我们的资产，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以早教生态系为傲。不能再出去，国际之间认为我们是一个岛国，没有上来啊！不能自己以为啊。
会也没事。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跟他，跟蔡总统，还有跟那个郑市长，或是跟任何人，我都在讲这个事情。要留是留那个南桃园27公里的海岸自然保护生态，要留就是全部留下，不要在那切一块切两块，变笑死。讲完了，谢谢。希望台湾也是这样，堂堂一个岛国，以我们自己的海洋资产为荣为傲。谢谢。好，谢谢严明。接下来是彰化环保联盟总干事丁丁和宝贝小王子。想到说反国光石化到今天的反早教，早教这么的艰难，当初反国光石化有这么多人来协助，所以很快的可以成功。但是因为我们用柔性的诉求，没想到蔡英文总统居然还是如此的傲慢。我们好想要轻轻的、柔柔的对待这个政府，但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残暴。所以你要他们刚刚在我旁边讲蔡英文下台。好，那我今天其实我在想，我有带着小王子去了两次的早教。我在想我们现在身为这样子的年轻人，然后对我们的下一辈，那我现在看到后面那些执政党都是做阿公阿嬷的，你们看得到你们现在的早教，但是我的小孩小王子可能在他做阿公阿嬷的时候，这早教是不见了。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凭什么你们看得到早教，但是我的小孩因为你们的需求，他们就看不到这些早教。我想这是我们身为这个后代子孙，然后想要捍卫我们这个早教大家的共同的愿望，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我们的阿公小孩子当阿公阿嬷的时候，他也看到这个早教。我想这是今天大家出来也希望蔡总统能够谦卑的对待我们早教哈。那就蔡总统谦卑再谦卑，我想这很欠卑哈，没事。好，谢谢叶英，谢谢小王子。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荒野保护，不是荒野，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的总专职律师蔡雅莹蔡律师。各位朋友大家好，蔡总统曾经有写下早教永存，那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台湾这片非常珍贵的早教海岸能够被永远 的保存下来。早教它实际上长得非常的慢，它大概10年到20年才能长1公分，所以要长这么大一片的早教，事实上它是花了7000多年的时间慢慢累积才留下来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很希望在它的生态，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小朋友跟未来的小朋友也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早教。对，你快到来。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因为执政永远都是一时的，每个人他不可能永远执政下去。可是这片海岸它已经在我们台湾守护我们台湾7000多年了，我们希望它能够留下来。那我其实我。对，阿贝，让他讲完哈，让他讲完。然后我们也认为说，其实如果要为国家的能源来讲话，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早教这边它的环境就是它的海象条件非常的差。过去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因为风浪太大，然后工作船就断缆3条，然后造成严重的损失。那我们很期待说，这片海岸，如果说我们真的政府真的重视天然气的稳定供应，应该要把它迁在一个更安全的船舶，不会随便断缆，然后真的需要天然气的时候，不会因为海象条件太差没有办法供气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最早它本来想要盖9座储槽，那后来政府缩小了工业区的面积之后，它现在只能盖2座储槽。你破坏这么珍贵的生态，只能换来2座储槽的储量，这对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难道是好的吗？所以然后过去学者专家也有提出很多的替代方案，包括
管台北港、林口港或者是和市中间的码头，那尤其是台北港，它的腹地很大，至少有三个预定地可以，就说它是一个已经开发的人工港口，而且它还正在长大中。总统认为说，政府应该好好的去考虑替代发展中间跟转型的角度，它应该选一个真正安全的、它的腹地足够的一个地方去做替代发展，而不是在这里。那我们很希望说能够把这块海岸保护下来。那其实最近大家也很关心台海的安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桃园它实际上是台湾海峡比较狭窄的地方。那过去也有人预测，如果中共要犯台的话，桃园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潜在的登陆的地点。可是我们这边藻礁，它过去大家都知道，桃园外海其实是比较容易有船舶搁浅的一个状况，因为它这边有很多的暗礁。那其实大型的军舰几乎是很难靠近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些藻礁保护我们台湾的藻礁挖掉的话，事实上反而如果说有人要来侵犯我们的话，其实它这反而是一个可能的破口。那我们真的很希望，不管从国防的角度、从生态的角度、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或者是说从文化保存的角度，我们都需要把这片藻礁保留下来，因为它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海洋客家文化的一个地方。好，谢谢谢谢专职律师蔡雅玲啊，从2007年就为我们守护藻礁至今。那接下来呢，我想邀请我们荒野保护协会的Fish 算志工，他们就是今天为我们在第二个帐篷下面呢做藻礁解说的一群伙伴。那他们的代表叫 Fish， 请他为藻礁说几句话，来坐到进到里面。来 ，Fish 到这边，那个谦卑的前面对。好，如果方便的话，也都可以走进去哈。对，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荒野保护协会的志工哈，我们是桃园分会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石头老师这张谦卑的背后有一张蔡英文总统的照片哦，预兆哦。我们大概8年前呢，跟石头老师一起去藻礁拜访的时候呢，那时候的小英总统他还不是总统。他从不是总统哦来挺我们，到了他当了第一任总统，我们去谦卑的请求他，他现在又连任了，他有非常非常大的权力可以来改变这个的情况，那他为什么不做呢？其实我们也很纳闷。那希望呢，小英总统能够莫忘初衷，不要再留子孙。谢谢，谢谢，谢谢荒野。要喊口号是吗？蔡总统请谦卑是吗？来，我们就跟石头老师一样哈，就一样喊那个蔡总统，蔡总统请谦卑，蔡总统请谦卑，真爱藻礁请谦卑，真爱藻礁请谦卑。好，谢谢。好，谢谢荒野保护协会桃园分会的伙伴们。那现场还有我们台湾生态协会。台湾生态学会的现在是顾问吗？杨老师，前理事长，那杨老师来为我们藻礁说几句话。大家好，我从开始认识我们潘老师了解这个议题到现在我没有很参与了，但是从生态的运作角度来看，很明显的，现在藻礁的议题并不是我们现在的权力运作他们在思考的所谓的生态、所谓的环境的议题。我觉得现在在做决策的这一群人或在处理的人，完全没有把生态、没有把理性的基础、没有把我们应该怎样让这样的事情能够运作下去，让它可以发展这件事情当作很要紧的事情在处理，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哈。好，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感谢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干事长是吗？杨博士来为藻礁说几句话。我是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的执行长，我是杨哲敏。看到大家拿着这个谦卑这两个字，谦卑是做人的基本的态度，
跟基本的这些精神应该要有。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诚信哈。小英总统既然在几年前写下“早教永存”的时候，当上台湾的总统，领导全部台湾人，他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台湾人的诚信，还是台湾人可以选出一个没有诚信的总统呢？诚信是一个当上国家领导人的基本人格。多少年来，我们在很多被欺骗，告诉我们很多不实的事情，难道我们不能选出一个能够坚守诚信的总统吗？蔡英文总统难道不能坚守诚信吗？早教好不容易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境，那为什么一定要破坏它呢？很多前媒所谓需要的节电可以做很多的这个，我们不需要烧那么多电，不需要这么多的能源，这个地球的气候变迁已经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难道总统不能率先讲出他对这个地球保护、对气候变迁危机、对未来世代的影响，难道不能讲出他知道的话吗？早教永存不是写一写，这是代表一个诚信的问题哈，不只是谦卑，我们不只要求他一定要谦卑，这是他自己讲的。写下早教永存，还有一个诚信，一个诚信的议题。我们选出的总统不能够坚守诚信吗？没有诚信怎么立国呢？以上，谢谢。好，谢谢杨博士。那接下来呢，我请我们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的连立玉连主任，请。水资源保育联盟其实从护藻礁，我们都一直在看到这个藻礁在变化了。我们担心的是这个生命渐渐的在消失，所以我今天写的，我们今天竟然是来了谦卑，我们的谦卑其实里面是空的，但是你是看不到这个空的里面是有装满了万年的愿望，因为我们的藻礁要7000年才可以形成一小块。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谦卑是装满了我们所有的万愿，谦卑胜万愿。你要我们情愿是还我的藻礁，藻礁如果没了，你这要谈什么谦卑？所以我说你在应该要故土故身，然后呢，台湾才是真的谦卑。我们今天的谦卑是装满了我们的万愿，如果你今天再不好好故土护身，你称何必？你有什么资格称你是谦卑的总统呢？所以这是我的心愿，希望我们的蔡总统你能够听得到，这里的谦卑是装满了万年的愿望。好，以上我的愿望，希望小英总统你听得到，谢谢。好，谢谢连主任。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绿党前党主席潘汉生，他现在同时是立委，哪位立委忘了？啊，蔡碧如立委的办公室主任。台湾今仔日是代表我家己啦，不是代表我的工作的所在啦，吼。啊，当然，我哥啦，汉江这位来，汉江这位来啦，哎。我今日咱朋友拢会甲阮两个，伊是哥哥，我弟弟啦，吼、哦，伊第二个，我第三个，阮大哥汉官，吼、哦，有咱伫遮啦，吼、哦，阮兄弟啊，是讲咱遮朋友大家拢熟悉吼，来伫遮，做遮环保的代志，吼、哦，嘛真久啊，吼、哦，其实我是有想一件代志，就讲今仔伫台道这个所在，吼、哦。咱想看卖，蔡英文是第二任嘛吼，啊，之前是个总统，马英九第二任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咱伫做啥？啊，搁转去一任，搁之前一任嘛吼，陈水扁第二任的时阵，啊，咱伫创啥？伫马英九甲陈水扁第二任的时阵，咱是毋是常常来这个所在，常常来台岛，
所以今仔安尼想讲，我今仔去坐伫遮的时阵，看到遮大家朋友吼，我嘛有一个感受啦，是毋是未来的三冬，蔡英文的第二任，咱是毋是嘛要定定来开到这个所在？吼，啊来的时阵，嘛毋是干那对总统府这个政党尔尔，包括在野的政党，可能咱嘛是对伊嘛有只嘛有一寡意见啦吼，不管是伊伫地方政府执政的。还是讲，伊伫国会内底，伫地方议会有失职的，敢有做着对着台湾人民，对着这块土地有好好保护，有没有谦卑？我们都应该一起来监督啦。就讲今仔谦卑，咱那想是对蔡英文，那想是对总统府，咱毋是干那对伊尔尔，毋是对伊一个蔡英文这个人，是对这个机构，对这个政治体制。当然，伊这个人本身爱负这个责任，但是伫这个政治的体制内底，所有参与政治、伊有这个政治权力的人、有这个权力的人，都拢应该爱，都拢应该爱负这个责任，都拢应该爱谦卑。吼、哦，啊，所以今仔咱提咱个杯仔出来，这个谦就是代表众人的意思，代表咱大家人拢会出一份力来监督这个政府，咱每一个人出一份力。来爱咱的早教，咱的千年的早教，来爱咱这块土地，来爱咱这块地球。不管是未来，不管是对一个党执政，不管是对一个党伫议会、伫地方政府有占多数，咱拢希望因谦卑来面对人民，谦卑来面对这块土地，谦卑来面对咱这个地球。伫几啊？几亿年啦吼，已经即、這个咱讲地球四十六亿年啊吼，遐尼长的时间，其实咱人的年岁上济嘛活袂过一百冬啦，就算一百冬也好啦吼。对这个几亿年，其实都是很短的时间，啊，对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每个人也都非常的微小，所以我们应该要很谦卑。而这个谦卑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不管是时间或是空间，我们所作所为应该要负得起这个责任。啊，这个责任就是一个对这个时空、对这个地球的爱。啊，所以我们要大家要谦卑，不只是他们要谦卑，我们自己也要对我们土地、对我们地球谦卑。好，多谢大家。好，等感谢早教还有这个机会来关心咱的土地，表示谦卑。谢谢汉生、汉江兄弟。OK，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们。也是长期哈、啊，甚至是我们的启蒙的一个政党叫绿党，他现在有位党员呢非常专注在啊我们早教的保育上，他今天我认为是可以代表绿党来为早教说话，来我们欢迎绿党的李春祥。感谢潘老师哈、哦，我们感谢潘老师这么多年来对于早教的一个不断的努力，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环境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对于面对藻礁，其实它藻礁可以孵育很多的生物，那个生物也对于海洋的生态，整个桃园附近的生态，甚至于整个台湾的生态，它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这就是说，我们人类面对于环境，我们所了解的大自然，我们的了解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真的要用谦卑。的态度，对古代人即使是皇帝他也要去拜天，我觉得说这个皇帝拜天当然在古代是一种威权的一种仪式，但是他也是代表了 古人对于这个大自然环境的一种敬意。那我们今天大家选了小英，大家对小英原来都有很高很高的期待，我记得小英他第一年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请了许多的环团，那时候的是一个林院长、林权院长，大家一起开会，大家一起讨论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快的，林权下台之后，这些都不见了。我们希望小英能够将这种信念再拿回来，对于环境的问题，对于台湾有序的问题，不要因循，不要苟且。那可以，这个我昨天。有去那个官渡那边去拜访了一个农民，一个青年农夫。我们不知道说
在台北，在台北还有年轻人在种稻米的。他跟我讲，生产、生活、生态，所以藻礁这个东西，它对我们的渔业的生产，它对我们的大自然，它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生活跟生产的一些影响。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永久、永久的保存下来。谢谢大家。好，谢谢春祥哈。那接下来我要邀请的是我们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陈其忠专员。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说老实话，如果要跟蔡英文讲话的话，照理来讲应该有很多话要讲啊。不过因为今年是2020年。因为时空背景的不同哦，我们现在可能也没有太多话可以跟他说嘛，因为我们讲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以前那个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学生态，我也不是学政治的，当然因为我后来的踏入了抗争的领域，所以我有很多电机电子资讯的朋友，就是那些所谓的电子科技产业的朋友，很常会问我说票要投给谁。那时候我都是讲说，那就投给蔡英文好了。毕竟说他可以守护我们台湾嘛，可是等到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台湾食物保育协会上班。那我台湾食物保育协会的同仁，大部分都是注重环保、注重国家主权的人，所以他一直跟我讲说：“其中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投废票啊？你投给蔡英文好不好？万一中国打过来的话，我们就死定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跟所有食物保育协会的办公室的人讲说，这么多时间过去，我们给蔡英文这么多的机会，让他去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带给我们的，只有伤害，只有苦痛，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那台湾人还要再给他多少机会，才会醒觉说他到底夺走我们多少宝贵的东西？违章工厂，马英九的时候延宕了9年，民进党政府一上台修法，直接延宕20年。难道我说老实话，支持民进党的人永远都只有看到民进党有在做的事情，从来都没有看过到他们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我想要跟所有还在支持民进党的朋友们讲，当年我们一起努力把民进党推上台，是要他改革台湾，不是要他们黑我们的钱。我们一样还要承受低薪、高房价、高物价，世界自由贸易组织来侵犯我们，我们要乖乖吃他给我们的屎，还要说很好吃。马英九时代，他叫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至少不会叫我们要假装很好吃。现在蔡英文政府叫我们吃这些烂东西的时候，他除了要你吃，你还不能说这很臭、这很难吃，还要说这很好吃。这就是现在政府对民众的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醒醒。我昨天跟我一个跟民进党很好的朋友在聊天，他也是一样，只看到民进党做得好，他认为台湾社会没有那么糟糕。我跟他讲，我们以前抗议的事情有哪一项现在是不在的？我可以跟大家讲，只有同志婚姻。同志婚姻原因大家可以去仔细想想，是因为他背后没有利益团体要阻挡，其他你只要有其他工商团体，你只要有砂石业者，你要只要有水泥业者，你只要有炒股票、炒房子，背后有政商关系的，全部的法案都不会过。这就是现在的现实，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面对现实，理解说我们想要保护的是台湾，而不是保住蔡政府。在总统府的政权，即便下一任
换成赖清德，换成郑文灿，他们还是一样会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延续住。台湾人要好醒醒了，不要再做政权的奴隶，没有人能够统治我们，只有你自己能够统治你自己。谢谢大家。好，谢谢慷慨激昂的其中啊，如果对他有兴趣，可以追踪他的脸书啊，真的啊，他有非常多的深入的观察分析的理论。好，那最后呢，我们要邀请一位来自南台湾的伙伴，今天的伙伴很多哈、啊，到处都有，竟然有来自高雄的啊，反空污的健将李建成，李建成伙伴，来请。谢谢潘老师，还有在场所有的伙伴，大家好，我是南部反空污联盟的李建成。那今天来到这边也是跟潘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伙伴大家打气加油，因为现在我的感觉情势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那包含我们中南部非常多的环境议题都不断的在退步，不断的在退化。那我觉得整个台湾也是如此，然后甚至感觉到民主好像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了。那我不晓得，如果再这样子让我们的政府行政权继续独大下去的话，不仅人民的声音或者是民主代议政治的声音已经会越来越消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台湾不能走向专制，不能走向独裁，不能走向集权。所以在场的每一位朋友，我们都代表着台湾的良心和进步的力量，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大家加油，谢谢。好，谢谢建成哈，南部反攻的好伙伴。那还有没有伙伴要来讲几句话的？如果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请大家啊，继续拿起你的那个谦卑的牌子，我们再喊一下口号，来结束今天的活动。然后把自己的杯子带回去，也不要忘了把你写下要给总统的那封信呢送到我们服务台，我们等一下会收集好之后送进总统府啊。虽然小英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啊。好，大家谦卑的牌子举好了吗？拿好了哈，来，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蔡总统请谦卑，就早教请谦卑。谢谢，谢谢所有的朋友，参与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那么现在呢，可以开始找自己的杯子啊，如果没有带回去的，那我们会帮你带回去啊，也许明年还要来一次谦卑也不一定啊，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沉香还是继续放，我们就每年都来谦卑一次吧，哈。那大家不要气馁，不要以为今天人不多，今天其实是受许多的因素的影响。下一次的谦卑，我们可能真的就会招上千人来。那个时候，我想是蔡总统要真正的要面对他所犯下的恶行了，因为如果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认为早教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他在今年底以前就要摆39个还是36个的沉香，目前已经摆了16个，那到明年我猜是上百个。那这个大胆早教呢，可以说是已经面临整个崩毁的命运了。啊，下面方简老师趁这个零碎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呢发表他的想法。我想明年呢、啊。就万岁了，谢谢方姐，我们可以了解方姐的心情啊，也同时告诉我们，明年真的这一年就是破釜沉舟了。如果真的挨到了明年，我们还要上街头，我要告诉大家，早教已经是没有希望了。那个时候我们心碎了，就像这一地的杯子啊。OK， 好，大家慢慢的。把自己的杯子找到了，很抱歉哈，因为临时有了一些改变，所以你的杯子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找哈。
三个伙伴吧，总统。好好好，对，我是甘玉玲。